在想说，一个女孩子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，她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去征婚，而且是登报纸，而且是大报，还有点大。那我也想说，是个很丑的女生嘛，那还可理解。可是我觉得你很好啊。还好吧，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。征婚征很久了吗？有几天了吧？哎，有几天了。前面那些人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好。都是男的。当然都是男的啊，我要找的当然是男的。对，都是男的。你以前有经验过吗？什么经验？类似像我这样的经验，像跟我这样的人的经验，你有经验过吗？我现在有一种经验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就说，你有没有想过说，是不是之前那些不愉快的经验，不愉快的经验，那你有想过说这个不愉快的经验是为什么？难道只是因为你的人，或是因为他的个性吗？有没有是因为性别的原因？性别的原因，因为你没有试过嘛，你不晓得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没有试过？你不要紧张啊，你不要紧张，不想让你紧张。我可不可以大胆的问你一个问题？好，你问啊。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因为好，对不起，很好。我其实我在等你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好像很紧张。不是因为你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不要紧张，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。没有，因为你给我的感觉，就是像女的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看你从怎么样的角度吧。不是我，怎么样角度去看，怎么样去评断说。所以你是女的。是男是女？不是，所以你是女的。其实如果你要这样问也可以，我有女孩子的特征啊。可是我要找的是一个男的。我是男人吗？我要找的是特征是男人。你可以想一下。不是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你们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觉得说同性恋，因为我也不排斥同性恋。可是我要的是一个男的。然后我不是同性恋，我喜欢女孩子啊。你怎么不是同性恋？我不是同性恋。对，我喜欢女孩子。可是你是女的，那你喜欢女孩子，你当然是同性恋啊。你怎么不是同性恋？对不起，我其实很多人跟我讲过同样的问题，就我刚刚跟你说过嘛，就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黑色就是白色。可是，在我的观念里面，它是有个中间地带的，不是男的就是黑，不是男的就是女的，不是黑的就是白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你不试看你怎么知道呢？你从来没有试过嘛，对不对？我并不想试啊，因为我很清楚我要的东西是什么，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男人呢？如果你很清楚，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男人？男人蛮棒的、啊。头发有脏东西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对不起啊，那我们不会。